我干，好烫啊！下次哈，千万不要拿牙签戳到自己的牙龈，好烫啊！超级烫哎，干流血了，妈操 ！OK，看一下我们画面啊，我其余啥招都有。哦，耳机突然没声音了，好恐怖！我瞧一下啊，晚安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にちは。等一下，我游戏卡住了。我刚就拿牙签戳牙齿，结果自己去一个手滑，吐到自己的牙龈，结果流血了，好痛哦！哦，我Steam忘了打开。啊，血！等一下，我忘了先开Steam。哎，过程没有死。现在不早了，现在有点晚了。好痛哦！超级痛哎！OK， 那个我们今天也是要玩骑士山哈，然后啊，我顺序讲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帕雷，看有病哦。OK， 早安哈，今天我们要玩那个骑士山，然后前面本来有录制影片哦，就是我们假日的时候自己私底下玩，本来有录制影片，结果呢，因为有个智障按错了。玩到预览串流，然后我以为在录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，我通通没录到，漂亮，非常漂亮，我就按着预览串流，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画面有在动，我说啊有在录影，有在录影，很棒，然后呢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影片通通都没有录到。哇，说哦，这么漂亮啊！怎么这次都没有什么丢失影格，没有泪格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呢，非常漂亮哦。我们就这样干了一件蠢事，然后我们还像智障一样边玩然后边开心。嘿嘿，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呢？然后影片通通都没录到。我觉得做白宫看，然后呢，这次呢，我们是在七天的晚上下线的。我不知道会不会上线之后会不会遇到僵尸啊？好像是不会的样子。每天不知道呢，等一下上线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能习惯。你习惯还得了？不能习惯。我太智障了，哭哭唧唧。也只好在这边跟大家说声 sorry， 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没有录到 ，OK 啊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今天就从第七天晚上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让他跑一下啦，跑快点。然后呢，咱们的 C2 哈，他回他的军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人一起玩。嘿，等一下我，声音有没有出来？诶，等一下，我游戏音效怎么那么小声？我们起立了，我设定一下。哦，干，怎么变那么小声？我们开。50%好不好？我怕太大声，然后你们会很吵。还是72%，好啦，60%啦，好不好？不多不少，一半刚好。50%才是一半吧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这几天吗？有啊，我都冻到快冬眠了。哇，真的很冷哦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天气真的太冷啦。那个，我刚刚喝完那个。茶米茶 ，day by day， 我现在手有点暖，比较不会那么冷。
然后喉咙的状况应该有点比较优了、哦、然后现在、欸、我记得礼拜六的时候嘛，很多地方都下雪了，干，我也好想去看哦，可是我就我一看到雪那瞬间我可能就被冻成冰块了吧，在家里都快不行了，何况去外面呢，疯了。OK， 哦 OK， 好，死神我开了。嗯，我身上有什么东西？我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东西？我从哪里捡来的？好吧，无所谓，牛仔帽。直升我开了哦。好。OK。哇，我身上好多东西哦。干，台湾名产冻趴嘞，那能吃吗？感觉就很恶哎，很脏很脏的感觉。OK， 我们在哪里啊？哦，拖那个了一下。看，真的，妈的！我告诉你啊，就赏雪之后，我绝对会回不来，一个能死啊！要好多肉，吃一些啊！哦，口渴，哇，水，喝啊！哎，那你怎么不喝？哦，喝了，快喝啊！吃饱喝饱，然后发现第七天的僵尸没有出来，好像很安全。我上，因为我们下线之后，他那个天数好像我不知道会不会重置那一天，我上去看看有没有僵尸就知道了。干，这一堆木框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放的？你有多怕僵尸啊？红色月亮，啊，开上去看一下。安安，安安，怎么没有江江？等下我都卡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像没有问题耶。哎呦，都没有僵尸呢，打我口令。下线之后僵尸应该都没有。不知道呢。对啊，看雪的人太多哦。远处有一只江江站在那边，他看起来是没有要暴冲的样子，好像是没事。你要不要把木框带着？来，好，那我去采集过东西好了。好了，这样看起来僵尸好像也没有打算要过来打我的样子。嗯，你就在下面归好了，这些东西归我了。看雪的很多啊！我看再过一两年啊，台湾平地下雪不是梦啊！我看一下，当到那个时候，对啊，就差不多了吧。哎、欸，我走都没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什么？你在敲什么？你在敲什么？桌子哦，我要去砍树。现在木头分解一下。安安安安 TX50989， 哎呦 ，ID 每天都有看到，不是每天、啊，每次开实况都有看到。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，爱你。好敷衍啊，对不起，Sorry 。然后真的好，非常感谢你哦！大家每次来收看我的频道，我很开心，谢谢，感动感动。这块布放在身上，那块布也没有用。哦，我流手汗了。哦，要求哦，按到键盘了，吓到我了。嗯，来砍树一下。然后我这边可能是有点吵哦，我家外面车特别多，哎，那我没有办法处理，除非我现在走出去外面。车给我停下来！哎，时间暂停器，所有男人的梦想。嘿，嘘，哎，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哎，跟日本一样看到雪吗？我觉得很棒啊！当台湾下雪之后，差不多我跟台北都淹下去了吧？快去一半了、哦。哎，我们在第五十天砍树，49天，七七四十九，哎，今天是第五十天哎。
所以没有僵尸了嘛，很正常嘛。哎呦，有种子了，耶、yeah ！啊啊，我砍到草啊，又砍到草了。哪里肉麻了？这是实况者对大家的爱，你懂啊？好恶心啊！多砍点，多砍点。嗯，烤马铃薯吃啊！为什么我身上带来烤马铃薯、啊？嗯，欸，我有把农场扩大了，然后那个我也没有拍到。然后我想想，什么东西？大丈夫？怎么会有脚步声？就是毛毛在我附近哦。哦，没有东西，好，继续砍，继续砍，继续砍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算了，被打死就算了，回去带你们参观一下新房子。当我房子建好的时候，我绝对会去把它做一个精华，然后用那个全能住宅改造王的音乐，噔噔噔噔噔，看看这原本的破家，触犯版权喽？没有，那个好像没版权的样子，我要加油啊！随便嗑，随便吃，喝假。想到止痛药，就让我想到，你知道普拿藤是一种止痛药吗？它其实不是说专对头痛治头痛的那种。OK， 你要下吗？好，拜拜哦。不是专门治头痛的，它只是一个止痛药。哦。真的吗？61嘞、欸！哦，技能点了哦，我、哦、点一下，点一下，不能点干，来做一下好了。食斧，看一下可以做多少了。有啊有啊，我有盖熔炉啊，家里就有熔炉了哦。啊，点一点才升个大概四等哦，这么的坑。家里已经有熔炉了，可是我打算要再多盖一些些，就是要把它盖到二楼去。嗯，二楼或一楼吧，到时候围墙建好之后。冻掉了，拢无爱看。等一下哈，稍微帮我妈用个东西。熔炉已经盖好了，然后。再来，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建。都要让我想一下嘞。什么？刚还没死，怎么硬的、啊？哎，脚断了吼！来爬爬快点，爬快点！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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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急救包一下。他死了吗？哦，那个人家，他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我总觉得我又被看到了。真的被看到了！西大开冲啊回啊！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！哇！哦耶！有铁有，我们现在还会用钢了。我们现在有钢。啊，吃一下，没事了吗？完全了吗？完全了，完全了。好，继续用。我还没用好，我手都还没用好。no？ 嗯？那我没事，吓到我了。OK， 用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这个我把它拆掉变废铁，我们再多砍一些树好了。现在是我592，马铃薯不能吃，蜜蜂不能喝，红茶可以喝，水酒。什么东西？脚步声！哎呦，哎，没看到我，还好。哦，过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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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让我躲起来。有做斧头啊，只是因为我现在不想拿出来用而已啊。我只想先把这石斧打掉。我现在做这些是测试等级，我要看它等级到哪时候它才会再变颜色。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装备都是黄色的。哎，没被看到，非常棒哈。不能吃，我要如何消耗我身上的东西？喝啤酒，好喝，不管了。啊，无限体力。没事没事，安全安全，呆就不蒙呆奈。我们先把我们手上这个斧头给劈爆了，然后换个斧头，木棒拿他身上好了。种子我要带回去嘛。我们现在要带的东西很多哎、欸。一块蜂蜜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念太快了。一块蜜蜂，看喝下去嘴都肿起来了，觉得脏脏的。你可以选择先泡酒。哎呦，哎，讲到那个蜜蜂酒，那真的很恶哎、欸，就里面一堆蜜蜂啊。泡蜜酒？不是啊，我有看过那个药酒啊，里面真的是泡蜜蜂哎、欸，啊，真的超恶心的。那是叫你喝，又不是叫你吃。啊。倒出来不会不小心倒出蜜蜂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安安，你又回来了，酒精是我的好朋友，哎、欸，超棒的好不好？喝下去完全不会扣体力耶。耶、yeah, ，斧头耐用，一次可以砍15，哇，超多的，爽，全部都是木头，满满的木头。我们要那么多木头干嘛呢？我们要那么多木头就是为了盖我们的家。我们现在等一下白天我们就可以走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蜈蚣酒 ，Oh God！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泡那些东西，还有那种泡蛇啊，或者是那种泡奇怪的东西，那真的都很恶心欸。那我真的想象不到那到底怎么喝哎、欸，我也不敢喝那种东西，讲实在。我刚差点被树给拖上去，我整个角色卡在树上丢来丢去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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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504玉米棒，为什么我都玉米棒？玉米碎。哦，你忍心？哎，要早上，要早上。还有什么？蜂蜜。我这次讲对了。我这次没有讲蜜蜂，一罐蜜蜂。好恶啊！我顶多只敢喝水果酒吧，啤酒我也不太敢喝。我觉得啤酒那味道很恶心。哎 ，Terry， 安安。一来就叫懒趴，哎，太过分了！现在人了，真的是啊，靠不了，笑屁啊！你不知道我现在被金王封为懒趴吗？干，叫懒趴大大，滚啊！滚啊！你也不要学 ，shut the fuck up，shut up！ 真的，那种东西真的很恶心呢。哎呦！瞬间天亮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可以上来了、哦。早上了，把鸡给你起来。哎呀，我们的木头满了、欸。你在哪里？你有上来了吗？我看到你了。一个赞，耶、yeah ！这表情符号我觉得很可爱。退去的表情符号其实还蛮多的。那些拿来泡酒，可是它里面的毒素呢？不要跟我说酒已经够毒了，我知道酒原本就很毒了，但是再泡下去它不就更毒了吗？那些东西不就很恶心？你不觉得吗？蝎子、蛇、蜈蚣、蜜蜂，然后什么？然后还有什么？
不知道，反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走，回家，回家，拿起你的酒精灌下去。我是灌啤酒啦。啊，喝了，走喽。等下好多木头，赞，太棒了。有时候还是会高 CPU 使用率一下。看到那头颅没有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护士，来，交给你了，处理掉它。没关系，我处理掉了，我只需要猎鹿而已。噗！干没中，这里吗？噗！哦，碎！卡里呢？吉干的，割肉喽！我们今晚有鹿肉吃，爽！家里的肉越来越多了，我的肉越来越少。我现在健康有82呢，干我活得好健康哦。嗯，嗯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帮我除草吗？谢谢您，让我的视野更棒了。我拿什么在身上？拿烤马铃薯在身上好了，边走边吃啊。有啊，我家里有止痛药啊。你那时候游戏的家里吗？游戏的家里有很多哎、欸，很多止痛药。哦，如果你要说我家吗？我家没有，我家只有普拿藤。哎、欸，那也算止痛药，总共有10颗嘛，对不对？干10颗要110块，贵死了！药都卖那么贵吗？有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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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路。刀路去死了！耶、我现在都不用爆头、啊、因为十字弓是黄色的。我来回去做一把黄色的给你。都，都砍一些肉，都砍一些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被看到了，我被看到了，谁？谁在看我？谁在偷看我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他在那边爬，不要理他了，臭白咖而已。他只是个白咖的，我们不要。对啊，不要歧视白咖。你已经歧视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有啊，看它可以做成鹿汤嘛，对，就是那个肉汤，加玉米加马铃薯嘛。那好，等一下回去煮煮看。我记得好像还加蘑菇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高 CPU 使用率？干，我 CPU 没力啊。把头了！我爬不上来！爬到上坡，走路速度还要变慢！爬快点！你这个死老人！不对，我角色是女的，好像也是都一样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跑快点！哦，对不起，吓到我了！阿伯里。鹿肉只要是肉都可以嘛，因为它现在都是归类成肉，生肉。我待会回去看看它可以煮什么好了。哎，前面有一只鹿，哎，有鹿的地方就会有趴雷存在。有趴雷，趴雷就是干嘛呢？就是猎肉啊，干，带回家吃啊。安安，买走买走。哎，等一下以备感知，哪里在看我？我的味道太香了吗？为什么你瞬间移动了？噗！哦耶！有了有了，我要把这个刀弄爆，然后就可以拆成废铁，我们就可以做一把黄色的刀。该死，我砍不到他，我砍到了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皮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熔炉，可是我们有那么多熔炉，却没有那么多材料，没有用。而且我们刚才没盖出来，要那么多熔炉没有用。对。哦，为什么我觉得冷？45度哎、欸，嗯。嘿嘿嘿，止痛药吃完刚坏掉，干，止痛药吃完我都要去洗肾了。止痛药吃完，觉得累了，干，我的酒精哦过了。是因为喝完酒所以会觉得冷吗？你在冷屁哦！我不是有给你穿衣服吗？你在家我没穿衣服吗？你看我有穿衣服吗？有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有穿衣服，你在冷屁哦，又还没有冬天，这里又不是台湾。猪，好杀！
有肉就有我，好屁有猪。那、他敢一干你杀气？死呢？干没收到？死呢？我收到了吗？我收到吗？我收到吗？我有射到吗？没有，干。猪呢？瞬移了。猪，算了，他去了。嗯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哦，我在回温了，觉得温暖。哪里？小米，什么东西？你要跟他说一点。哦，我等一下就让你去看我的帝国，一手建造出来的。喝咖啡吗？我知道啊，只是我现在身上没带咖啡。啊，那啤酒是捡到了。哇，飞猪哎、欸！我刚射他一箭，他突然弹起来。飞猪。对啊，射他一箭，他弹了一下，他就死掉了。干了，满满脂肪、欸，妈肥，够油。好啊，好啊，有很多的油才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热量。我要先回家。就是做箭的，他可以做燃烧箭啊！洗你，掩护我的屁屁，我又猎到一只鹿了，我们刀快坏了。我离你很，僵尸最近都离你很远。我会怕嘛？你要保护我的屁屁啊，以免铁鱼来干我。没有啊，乱把人家扯进来。更！我差点往僵尸那边直直冲过去。孩子啊！哎、欸，你讲。想不开也不要这样。没有，我想开。魔兽要塞那个要建很久，我跟你讲，看建到民国几年都建不完了。咻！好啦，又有一只。咻！啊，干没中。咻！干没中，算了，不打了。生气！我猎猎物竟然都比僵尸还要准。肉是可以吃的，僵尸不能吃啊！可是那只熊，我绝对不会去打它，那是白痴才会去打的。我跟你讲，一只正常的熊，我至少要射它，射它个15箭、20箭左右，它才会死。我知道，那就要爆头，解吧 ，pew， 不要啦，你不要从我后面来，这样我会觉得怕怕的。从你后面来。等一下，那僵尸感觉就是想从我旁边来，爆他头，爆他头，信不信我射到他头？我不相信。哦，我射到，哇、哦，头不见了，好准啊、哦！直接爆掉了，妈，我超准的，谢谢。干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，垃圾。回家咯，我们家该快到了吧？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到个毛了，还有点距离。正想这么说，那我刚看到而已。我刚打开地图，发现干还有点远，好像有点哟。鹿，逃避！哈！什么枪吗？有啊，现在学了左轮 AK、散弹枪、步枪、冲锋枪。我目前只有狙击枪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火箭筒，我找到它的弹药设计图啊，我不知道能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组装起那个火箭筒的弹药，不是火箭筒，我连它零件怎么做我都不知道。短管散弹枪的好像也有看到了，大概所有的枪应该都能做了啊。然后这目前有拿到电钻的设计图，但是没有电锯，电锯的还不知道。这可以这么远射啊？射给你看，中。干没中，中，干没中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中了，这个游戏不一样，红彩那个真的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头会那么大，僵尸不会打我头，可是，对啊，僵尸至少不会打我头嘛，你不能怪我。僵尸如果会打我头，我现在应该就死了。哎呦，僵尸都打我头哎、欸。你知道每次我被僵尸杀死的时候，我的头盔都是第一个爆的。真的哦，我头盔都是第一个爆的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他们也懂爆头。看我跟你讲，我天生自带那种爆头100%的那种几率在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爆人家头100%，而是被爆头100%。被爆头100%，那真的是太夸张了！我玩什么游戏头都会被打，连在现实中人家都想打我头。哎呦，皮靴穿，干拿不动，穿，耶、yeah ，爽，鸡汤。吃，刀快坏了，刀快坏了，终于，我们刀快坏了，大概在一只吧。哼冲，哎呀，谢谢。大概在一只吧，然后砍个两刀到三刀，这把刀就坏了。我们就可以啊，还有猎物啊，我们就可以分解它，我们就可以。家都快到，没关系啊，家的附近至少偶尔会出没那个。鹿啊，或者是猪啊，再來就是，对啊，熊干，别说了，上去赢熊，结果自己被熊反打，超痛的，扒我两下吧，我装备就爆了，我的头也爆了，十日工215的熟练度。嗯，还蛮快的嘛，这等级升的还蛮快的。讲实在，还是因为我建造太多东西啊，建造太多东西啊。哎哎哎，前面有兔子哦，你觉得我射得到它？东西都是给你制造。对啊，你觉得我射得到它吗？不行，它一直在跑。你不要再跑了好不好，大哥？跑屁跑、哦！它是男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快射到它，我快射到它。咻！干没事了，这样，干你跑屁呀、啊！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为什么人家正在那边给你射、啊？哎，明明应该就会中的呀、啊，这样嘞？哎，屁嘞，气嘞，哎屁呀、啊！擦身嘞，我都射在他旁边嘞。你不要跑啊！你不要跑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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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动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去死吧！不打了，生气不打了，我的人品吗？被爆头人品100%，干超倒霉的。不过我还讲，妈的，一只兔子我射不到，都插弹，哪有不准啊？我射很准哦，我都插弹哎，整天杀大型的生物，对吧、啊？太小了，像这个。干坏掉了，他右键很难瞄哎、欸，这样子哎、欸，这样怎么瞄、啊？他右键超难瞄，我不会用右键瞄说，这样、喔，咻，干，咻，哦，我中了，我真的觉得右键超难瞄准，他右键瞄准下去的时候，他准心会不见，哎，僵尸，啊，算了，略过他了。我们要到家了，我们要到家了，来带你们看一下帕雷帝国，现在已经被我拓展开来了，虽然还没有围墙，至少我除草了，结果没有猎物了，干，鹿呢？平常都出现在我们家附近的，被我吓死了。那可能跟左邻右舍讲说啊，这边会别的野兽水不来，最好是的，我们家树好长好大。到家哦哦，漂亮的家，煮食物，漂亮的家，干干干，烤肉，我看一下，蔬菜汤，哦，玉米，对啊，要蘑菇啦，肉汤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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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拿个水，想到蘑菇，总会让我想到我们掉下去了，那该死的，别说啦，直接断脚。我天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子弹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先放东西，身上东西太多了，不知道放哪里。散弹枪、弹药、弹壳，羽毛，我身上不是有羽毛哦，有看到羽毛，然后动物脂肪，干拍哥，哇，我56个生肉哎，哇，身上好多肉，主啊，
啊，煮啊，都煮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等一下都煮。刚刚那个，哎，食物箱给我放开，谢谢。我是不拿东西你。让我拿一下嘛，我的马铃薯呢 ？Hello， 五二三七三四三七二，好绕口令哦，你的 ID。等一下，我们的马铃薯嘞，干都吃哪去了？等一下，马铃薯是不是都被我煮掉了？哦，不是吧？马铃薯很多吗？十二个。我可以哭吗？哭吧！我叫你妹的，都被我煮掉了。算了，放肉。只就是一句话。活该。爽啊！我又不知道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放着晚一点煮嘛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马铃薯还是会出现啊，对不对？散弹枪零件，马铃薯都被我烤了、啊，我要吃什么？吃肉好了，肉好吃。我等一下去装脏水，废铁不行。你们现在检举我会被抓。安安。检举他嘞！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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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检举我还得了？我、哦、哭了，哭惨了、哦！我的马铃薯都不见了，皮革，奇怪哦，皮革，皮革，有马铃薯种子啊！我拿马铃薯种子干什么？干五个可以变成一个马铃薯吗？你变给我看！我并没有这样说。Fuck！ 我来看一下啊，大骨头。OK， 拜拜。大骨头放这里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废铜、铁锤、羊角锤。为什么会有两个睡袋？哇，你这些废铁怎么来的？怎么会有那么多废铁在家里、啊？好棒、啊！哪都有那么多废铁，我们这些废铁留起来盖房子好了。放在哪里？建材箱。好，决定就是你啊！你们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东西？金属门，不要！我们要当个正直的好玩家啊！不开外挂。那个开外挂只限定于说我们家快被攻爆的时候，我不想要重盖，所以我才开外挂。给我放开建材箱，可以啊，爽！我要放木头啦，我木头多了。然后你盖房子啊，你去砍树啊。然后我做一个黄色十字弓给你，等我一下。十字弓我们需要用到皮革，皮革嘞。看，我才刚放，马上就忘记在哪里了啊！我找到了。建材箱。然后，武器十字弓也有了。十字弓只要用木头修，我觉得这是很方便，他不用再说用铁条再去修理，就太麻烦了。我在看这只僵尸站在你的面前。是啦，打他屁屁、啊！哎，来哦，十字弓，可以。哦，你敲屁哦！哎，哦，我自己也敲了。啊，他跌倒了，爽！哎，不要敲了好吗？嘿，哎，你可以把那个第二层这些全部强化成这种木头。人类、欸，第二层，嘿、欸，人类、欸，什么第二层？这个啊，这一层强化成这种木头啊，外面要看要不要再加废铁，我放在那个箱子里面，建材箱里面。好的，好，我去装水。跳，哇哇哇哇哇！忘记自己这边有放木刺，够稳，很开心的跳进，够稳，够稳，够稳，还好一个紧急回避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来装水咯，这层土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不管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要装水就好。嗯，
呜，很小，很小啊！我突然在家里弄出了个瀑布来了，很小，你过来看对面的水池。你看，突然变瀑布嘞 ！What the fuck？ 我的妈！我创作了什么世界奇观？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的妈！我不知道，这是要流去哪里啊？啊，很小，很钝吗？还蛮顺的吧？还有一只不要淹死啊！不会，我的妈！如果你们有时候用 K 柱哈，我上传流量应该用蛮高的哦，那个可能要重新整理一下，因为听说中华电信在 Twitch 这边好像有点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中华电信，我还蛮顺的呢，我目前丢失影格才128呢，就是刚刚跑回来的时候那个而已，其他都很顺。啊，我上不去了，没关系，我走这里。水被我装完会变浆是不是啊？也没有装完。看这个装的完了、哦，我都装出一个瀑布来了，算不关我们的事，等哪天没水再说吧。我们到时候再去找水资源，然后再多带一些桶子去把它装回来。那门真的超帅的。你有用废铁去强化它吗？等一下，好、哦。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用？玻璃瓶，我们还有一个门旁边那个也要吗？门的旁边，这个门的旁边。对啊，你就能的，你就通通就先强化了，就是楼梯那段先不要强化。七十。花好多铁哦，对啊，装成像这样，我再去烧一些水泥起来。水泥啊，没有，我要多做一些那个金铁条，这个我要做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很像栅栏的东西。栅栏，铁栅栏吗？围栏吧，这个啦，铁丝网围栏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我要拿一些废铁哦。哎、欸，那废铁呢？都在你身上了。对啊。好、哦。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剩152个，我想。好，那到时候再做就好。哈。我先来研究一下我要怎么装，应该说我要怎么做，可以把这个地方让它更安全点。我们要用铁的，我们先把这个砍掉好了，先把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砍掉，猎刀做一把起来，那把刀快坏，我们就可以先拆掉它了嘛，拆啊，都拆。目前你们看到这个范围吗？我们现在都除过草了，哎呦，我们大概建到这边吧，它的围墙边边，我们大概建到这么远，哎、欸，这么大，我们现在虽然还在过建，那、啊、这些都是不小心把草拔起来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地层就下陷了，还蛮猛的，讲实在，地层下陷，好问题，什么好问题？该死的地层下陷，对啊。为什么拔草然后会地层下陷？我现在有点担心哦。如果我开始挖地下室，会不会地层下陷？然后我们家就变海沙屋了。我告诉你，变海沙屋，干！我不玩了，删游戏。生气有没有？我已经很有逻辑的在建造这个该死的房子了。你看，我还给他注资哦。你去旁边倒啊！
拿家门口这边那个树给砍掉，那树都好碍眼哦。虽然是我们的木材来源，但是真的好碍眼。种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会见，可以。那个键，这里，哎，好了。我真的很想要拿割草机，要把这些草割掉嘞、欸。这些草让我好累个。这游戏的草真的很多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它是最基础的元素，但是会不会太多了一点？这些草，而且这些草，我相信一辈子都割不完。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说这个地图有边界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办法发现吧。我还没走那么远呢、欸，我才在那附近绕而已。看这地图多大、啊，这游戏到底有多广、啊？玩到哪时候啊？玩到民国几年？玩不完哦。红塔放进去，丰收的种子，废铁，铁栅栏，放个铁栅栏。我们现在要放两层铁栅栏。等一下，不这样，这样，不 no， 这样 ，no， 怎么？按过头，按过头，按过头，哎，这样这样，等，重放好了，转一下，这样有对到吗？没有，好像有对到了，嘿，地下堡垒吗？有，我想建啊，但是。我一直觉得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它地层下陷。有一场空一个。啊，不然我们到时候怎么跳出去修东西？对啊，这样空两三格这样，比较方便跳了哈。然后我们家旁边这个是要靠技术这样跳出去就对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怎么跳呢？像这样，哎，简单嘛，方便。然后我跳过去，刚好在这里，方便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多棒啊！我还给你那个哎、欸，给你靠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还没有领悟那个摩托车的做法。我目前还没有啊，干！我把这边封起来了。那这边木刺就走正门出去就好了。这边木刺我们都走正门出去修就好了。你怎么看？反正僵尸应该也很少从前面来吧？他们都从后面来呢，后面那个山坡。这样才能奇袭呀！看，想奇袭我，再等个十年吧。你们这群僵僵，等七日。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冲了剑嘛？完了啊！我们剑到一半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剑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突然想不到点子，不知道怎么做，像个智障一样。不管，我们先做围墙。先有围墙再来解释，哈哈。那这边也放一层啊，有没有？漂亮哦！我们第一层一定都要先放铁栅栏，然后第二层再给它盖一层，有没有？哦，我手这里有血。我为什么角色一直很热？那热什么啦？枫树种子，枫树种子，枫树种子，去外面种。然后啊，我们刚出现在那个地下基地，有没有？其实我在里面啊，发现了179个锅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？是你放的吗？怎么可能会带那么多？我不知道嘞，是因为我们放在里面，然后物资重生，然后 bug 吗？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哦。对的。
它是锅子，然后有159、157还是159个，反正就是很多个，我就把它全部拆成废铁。你们刚刚看到那堆废铁都是我拆来的。哦，耶，嗨。我们如果不在家，物资重生，也就是说它会刷新哦，翻倍哦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哎，这也有点恐怖嘞，讲实在。兽皮、水泥，我们要水泥干嘛？啊，想起来了，一团泥跟这个酒桃，我们酒桃很多了，然后做成水泥，应该是 bug 哦，不然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啊？我都吓到了呢！哇，好奇怪，干谁那么无聊啊？在里面放那么多这个，谁真的那么无聊啊？150，都150搞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样，建材箱400个，983，哎，折个一半好了，放进去啊，带490个出门。碎石块它可以做成什么啊？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？是怎样？可以修理东西吗？好、哦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12个，这是我的香香。嗯，想想，我们要不要在里面啊？我们要在里面开始放东西了？先放进来。对，要不要放一些在里面？可是如果你建造失败垮下来怎么办？就悲剧啦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、啊。不要。在里面做个仓库之类的。哎，我们现在挖个。我觉得先放外面比较好。我觉得现在挖个洞好了。不管了，我还是要先挖洞。我就我手贱，我就想挖洞，爽。二姐，吓到吓死喽。这已经不是傻尿的程度了，这已经是喷。嗯，对啊，没事。你一刀，哎，我一刀，哎，哎，哎塞，哎塞，好像跟那个日本那个啊，好像你有没有看过日本那个岛年高干多砍了一刀，该死的。休息。哦，我修好了，我修好了。我们找一下那个，我的铲子到哪去了？铲子。就留一格而已啊！哎，那个地门只要一格啊。哦，也是。对啊，我铲子跑哪去了、啊？我记得我一直有做铲子啊，我的铲子到底到哪去了？然后算了，顶会丢，顶多再做一把而已嘛，就这样。我让我仔细找一下铲子，没有。这里呢？哎，干，跟我抢箱子，妈的！是你跟我抢吧？没，你跟我抢箱子。我们现在我看一下左轮能不能组起来了。组装它可以组什么握把？哎呀，少了它的零件，没有它的零件。电？那猎枪呢？猎枪我们现在有枪管。那是年糕吧？年糕竞品都很像哎、欸。日本不如这样吗？哎呀，少了他的弹夹。我们现在所有的枪都少一个零件，连散弹枪应该也是少弹夹。对啊，十五到底怎么修东西？这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。那十五就是敲而已嘛。而且你看哦，他们这些东西，他们到底是怎么钉起来的？是怎样？十五敲一敲就可以钉起来吗？还蛮不科学的。好久哦，我要等多久啊？嗯，等待期间再拿这个铁栅栏来装一下好了。我们有很多铁栅栏，这里封起来了。哎呦，左键是翻转，右键是放嘛？左键是翻转，不是右键是翻，左键是翻转，对。哎、欸，那个很恐怖哎、欸，那个如果是我告诉你，我马上被敲到手。不要说马上我敲到手，而是我去敲别人的手，我绝对会去敲到别人的手。那是太恐怖了，那速度真的太快了，那是不是人在做的事情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哎、欸，你在翻转什么？翻转地球？哎、欸，留个两个好了，这样。嘿咻，好了。那个饼真的是超棒的，我还没有吃过呢，很想吃吃看。觉得想吃，就是日本的劲饼啊，很像年，还有或是年糕，我觉得日本的东西都好像很好吃。干，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嘛，操！啊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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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铁栅栏，差不多就这样了吧？还是这个，要把它拔掉。这边，再把它组起来，放在这边。啊，我们这边放个那个好了。你们看啊，你们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无科学的东西。然后如果没有六格吧，没有制作的话，六格就会掉下来了。没有掉了，我更掉了。Fuck！ What？ 该死！你用掉了还说该死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想说它很稳，我就从底下放上去，它就掉了。怎么会讲这声音？这么吗？你看一下，该死的！这个敲比较快。啊，敲敲了不会敲那么久。台湾有日本的庙吗？没有吧。我们的目光。哦，从下面放嘛，好不好？哦，知道啊，放在那边当贡品啊。干，贡品不能吃吧？这样不会掉了吧？哼，我不知道你才会掉，那还掉的话就算了啊，当无倒霉可不可以？哼，扳手强化一下好了，这样。哦，一个看台喽，成型喽，哈，再拿掉，这样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楼梯这边就强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做这栅栏啊。那天情急之下，然后他僵尸冲过来，应该会吓到，然后发现没办法往后跳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、欸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要出去外面修那个，我出去外面强化，不修，也是要修了，顺便修这个。那有点大。啊！该死的，那个点不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！拿起我的木框。哼！哎哎哎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，我觉得这边要强化一些。这片墙壁啊，对，我在强化。哎哎哎哎，干、欸欸、没有木头了，没有木头啊，在那边跳来跳去，跟个疯子一样。木头，木头，要拿木头。把我们的铁栅栏放这里吗？啊，算了，先放这好了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哈，上面还没有建好，哎呀，差点摔断自己的腿。这边也要放吧，我们这也要放啊，也放一下好了。这边应该是当我们的后院，对吧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都活得像在监狱一样了，没差了。再更像监狱一点吧。我们要盖，我们要盖的跟监狱一样。监狱就是绝对防御，你懂吗？扎实。对，每个都要用一个超硬的这个门是吧 ？God， 这是个好问题。我想要在这边建个楼梯，然后给接到外面去，这样，然后中间放了个门。接到外面去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在想。侧门、啊。我现在在想当一个侧门。这个铁栅栏又不能强化，看透了。现在在考虑我们到底该怎么建。那前面有铁丝网怎么制作？所以我要在外面放铁丝网，就是我们要先建围墙。哦，围墙到底要建什么啊？围墙坏了也不能修理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，我想要跟阴尸路一样，但是他现在没有那个，他把那个怎么讲？你们知道，之前他前一代啊，上个版本有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啊、哦，那个什么。那个什么，谁看你啊？等一下，我想不起来啊。那个铁丝网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铁丝网，之前有那个铁丝网，可是现在没有了。那个什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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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什么。对，我想要做的跟那种监狱一样，然后可以做个瞭望塔，有没有？帅耶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用手造出那种东西，就觉得很帅、很屌、很漂亮、很炫、很酷炫。啊是，爬嘞爬嘞，嘿、hey ，你创世神有三吗？三，靠，创世神有三。其实我想说，叫你用创世神先创一个大概的，然后你再……你不觉得这很困难吗？创世神根本没有逻辑概念、啊。这个东西是会垮的呢。你是不会按照这个的逻辑去创世神用一次啊？可是创世神不会垮，懂啊？他不会垮的话，我不知道我建出来到底行不行啊？好吧，你就是让他垮就对。我就是担心他垮，我就是要让他垮，不是？你讲出你的心声。嘘，这一集有你跟我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你懂吗？观众都知道。没有，你们都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这一棒了。到时候，你现在打出来就帮你剪。不要。啊，可以在上面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家里不是说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得到，我们就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建造一个很像瞭望塔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家里四周了。到时候第七天的时候就比较好打了。你顶多要防的是蜜蜂。对。哦。太多了。500个好了。500个吗？1000个好了。500个好了。好，500个龙。再500个龙。对。然后这个就先强化一层。你们都没听到，你们什么都没听到。也不要那么邪恶嘛。哎、欸，你快去拿一个木头啊，再把它强化一下。啊，算了，等下，先我要先做一些那个圆柱体起来。我们需要一些圆柱体。哦，我差点做到78个，20个差不多吧。好了，可以的。好了，那些木头都可以，还不行用吧？这有几层啊？我都忘记我建了几层了。
哈，这个柱子在这边原因是因为要防止它垮掉，我们要这样子建过去。嗯，哦，等一下先试试看看它会不会卡掉。卡掉，我如果垮掉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我真的就哭了、啊。我盖了那么久的房子，就这样在我眼前垮了。为什么我们有插一只火把在远处亮亮的，好恐怖哦！嗯，哦，我们要做水泥哈，水泥，水泥，水泥耶，水泥哦，有了，搅拌混凝土，我会做99个。我的，我们有那么多那个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干，一个不知道呢。我在做了，我在做了。看一下圆柱体，一个，两个，啊嘞，三个，啊，差不多是这样。把那木框拿过来，放看看。哎，干，不给我放，该死！我拿木框吧。可以了，哦，少一节，这样、哦、好像多一节，对啊，后面一定要拿枪了、啊，僵尸会很强啊。这总共是几节、啊？一二三四节吗？好像是四节哦，这样四节。应该吧，不知道、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啊六，哎、欸，四节对，没错，四节。所以我们这个还要再多做一些，不够啊。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老木头，它到底是干嘛的？我们做个30个好不好？30个。啊！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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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木头，还有木头，还有木头，这等一下再用。四节哦，先踩过去看看会不会倒下来。倒下来就算我倒霉吧。来吧，我们试试看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没有哎、欸，没事。好、哦，很稳，漂亮，漂亮啊！哎，操！哎，这个我们到时候垫高了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怎么放啊？同条线这边过来，这个。哈，哈，这样。我觉得我要离远一点。我觉得会垮下来，你怎么看？我少放一个、欸。看，等一下，僵尸过境三小，好几只，还来啊！死一死了，哦，这样，来喽！命运的一刻，会不会垮呢？好像不会。干嘛？还有？没了吧？只有几只而已。哎呦喂、欸！哎，跑得比较慢的。哎，快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肥宅，哎，交给你引诱他了。我去收尸体，干收不到。三小，有了。不错嘛！你看我们防御措施做得很棒啊！欸，超美嘞！呜，我差点自己掉下去！哎，够稳，够稳，够稳！这太棒了！你的亲身经历一下是？对啊，欸，你不要离我太近哦！你看有坏掉，你修一下。我离你很近，我一直在上面。我怕到时候
撞到你，结果我自己掉下去。哎、欸，那我还站上面啊？我抱了一只刺，没关系，可以这样补，漂亮。很稳嘛，不错，我喜欢。我们的家干从哪里回去？哦，这里，我们的家太棒了。来咯，我们要再看一下命运的一刻哦。究竟这里走过去会不会爆掉呢？目前看起来是很稳的。哎、欸，没问题耶、欸。那就想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想，因为接下来还要盖过去。这边你就要想办法那个对。这边的话，我会扫空放一格，让人家可以跳得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99个混凝土，你拿去强化前门好了。我放在那个，放在那个箱子里面。嗯，我再多做一些那个好了木框。木框，85个。哎呀，花好凶哦！三小什么声音？没事，吓到我了。我现在有29个木头也拿过来。哦，很爽，很爽，很爽。我们就来强化咯。哎，先建好了，这四段嘛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啊，这这操！然后本来想说从上面跳过去，结果失误了。这样子，这个要三个，1、2、3 ，OK。到底放不放得到？好像不行，一定要从上面。哇，好麻烦。啊，还有混凝土了？没有了吗？没关系，那个等一下再烧吧。啊，这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这是几格啊？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、五格、六格、七格、八格。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、五格、六格、七格、八格。哎，搞在这里哦。那如果我可以从这里连吗？不知道嘞，试试看好了。我们试试看 ，try can。八格，它可以得到汽油跟废铁，还有机会得到电池。哦，这这这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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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放一个，会不会走上去就爆了？什么不会？你没有那么重吧？这我现在在走啊，没事。来，你走这里，你走这条，你走这条看看。好的。这条比较远哦，它比较危险，冲，用跑的，然后再跑回去。哎，稳。哇，我他妈超级有建筑学那种 feel 啊！跟你讲，不骗你啊，超猛啊！不胡乱啊，帕雷今天真的是超猛啊！哎，你去砍一些木材好了。晚上我是胆小鬼。没有，隔壁啊，你在隔壁而已。好吧。我现在比较好奇，如果加重重量的话，这样会不会垮掉？大家试试看。所以这边都要强化。对，你先强化起来啊。如果加重重量会垮掉，那就算我的虽小了。哦，我怎么刚感觉好像有快垮的 feel？
哦，没有哦，完全没事，很稳哦。觉得今天的我特别稳哦。对呀、啊，灵感来了呢，快知道怎么做喽。哎呦，帮我强化一下我。空格啊，空格有吗？哪里？刚刚啊、哦，没有刚。好哦，好哦，你先去洗澡，拜拜。可以一边洗澡一边看爬雷的屁耶、欸！妈，你想把人家手机给抽爆、啊？好，要放入狂怒吗？你的设定是用平板电脑、啊。我脚断了。我脚断了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我刚跳都没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次跳下来我脚就断了？因为角度问题。该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看，这游戏好。你说。为什么这边会比较矮呢？你上面要建高一点。啊？哪里？前面这个、啊，你会觉得怪怪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到时候我要把它架高、啊。哦。聊。真的监狱啊！我天啊！看超莫名其妙的。如果刚刚这次用成那个钢筋水泥，他都用上来。哇、哦，基地哦！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？好，好笑的是，如果刚好就是僵尸攻打进来，我刚才被锁在里面。悲剧了，我们不用出去了，我们就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挖地下道做逃生入口。你怎么看？我从上面讲话、啊。等一下哦。走错路。逃生路。对啊，啊不然嘞、欸，嗯，不错。而且之前的地道被狗攻占之后没人要进去。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，那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敢进去清。不会有进去清啊。哦。那应该 OK 吧。是我清掉、啊。嗯，我们就只有这个不放，放两个，两个嘛，对啊，两个。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跳过去的高度。干，我直接断脚呢，那不开玩笑的，超莫名其妙的呢。我踩过去刚都没事，啊、然后就断脚了。直接强化过去了。好、哦。哎呦！喂，我下面都还没强化，等一下。我这边还没放好。这操！啊，断了。这样吧，嗯，这样。哎，漂亮！嗯，我总觉得你好像也脚断了。没事。为什么？不血。不科学啊！我比较重是不是啊？你不来的，对啊。理工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我说潘林帅。屁！有，到时候会做一个地下逃生通道。以防说被僵尸，我说趴得很正 ，fuck， 以防被僵尸 gank， 应该是两格哦，好像是哦，大概两格左右，所以我的柱子都是两格，啊，踩一下，这看起来好奇怪 啊，因为我们还没建好啊。不是，你不是觉得这很不科学吗？哎，你说，你栅栏顶着的一个超重木头，可以的，顶多铁栅栏爆了，我们就GG而已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去，可以耶，留一格，这样，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为什么空掉了？这边没有放到。有僵尸。哪里？的声音。嗯，这样。没有啊，没了。到底花了多少东西？哇！现在我肚子饿了啊，没有火了，放一些木刺下去煮啊？没有木刺了、欸？有啊，还是火药吗？煤炭 ？No， 火药？我、哦、干，拿到火把了。下雨了啊？哪里下雨了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下雨了。我们的煤炭呢？我们煤炭都没了。没了。哇，是不是烧太快一点？哇，操嘞！这游戏怎么坑？嗯、为什么他没有煤炭砖？有啊，只是不知道被我挖到哪去。算了，先吃东西再说。有点感觉了齁，已经开始有家的 feel 了。哦，好喝。哦，很多水，这水要拿起来，口满水拿起来。我是身上有三个药，我把它放进去。空瓶先放。我现在比较担心一个问题。嘿，你说，如果我们见到现在，然后结果他现在是突然更新怎么办？什么东西更新？啊，你是说游戏突然更新吗？对啊。改天再玩啦、啊。不说啦，改天再玩啦、啊。干，生气。我跟你讲真的啊，那如果突然这样给我更新，有没有说我们明天要做一个重大的更新哦？我们要加入新的僵尸、新的地图、新的砖块，然后新的什么挖哥小朋友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扫掉你们的地图哦。我跟你讲，改天再玩吧。有机会，等他真是玩正版的时候，我们再玩吧，好不好？Fuck！ 他如果真的这样做，我真会气死。正式玩正版的时候，会变成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婆。”哇，哭的。各种机会都没有。干，真的跟你讲，他这不玩了，妈生气。啊，你又帮我们好多。这都是空投箱里面捡来的。我们后来有发现空投箱蛮垃圾，里面什么好东西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K， 放得到吗？放得到耶、yeah！ 啊，好了，我觉得我会断腿，嘿，所以我们还是正常走楼梯吧。你还有木头啊？你还有木头、啊？有啊。哎姐哎，哎姐哎，哎姐哎，哎。哎，没有木框盖，再建一个木框，把这个盖好就好了。木框一个，我再盖铁丝网。等一下拿废铁来盖。干什么啊？啊，我就没有木框了啊！那、啊、不然你放嘛？我就是少一个木框啊！啊，所以我刚才我在做啊，可是我现在做铁丝网。木框。Oh fuck！ 好了，很棒嘛！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嘛？还不错嘛？有 feel 嘛？我觉得还可以耶，我都好佩服我自己啊！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讲这句话的下一秒，通常都会被拒。不会，我真的觉得我佩服我自己。嗯，我好会建房子啊。嗯，太棒了。
真的太棒了。你现在开始担心，等一下就听到说，哎，我们等到他正式的时候再开始玩吧。来挖地洞，挖地洞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挖下去了。哦，下面是泥土，是不是？不是、欸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请给我楼梯。楼梯？我建好了，等一下。木梯挖深一点嘛，做十一个，然后木舱门，以免到时候上不来。嗯，可以再抽。爬了也可以跨，为什么爬？哦，就，刚讲完就不能跨。对不起，爬雷可以跨，你要多跨爬雷，怎么他才有动力？爬雷你要正 ，fuck， 不是这个跨。你看这样我还可以放门吗？可以耶。哪边是开口、啊？这样吗？哎，漂亮哦！哎，哎，不错嘛，有 feel。哎，这哎是，不是要做一个黄色的给我？黄色什么？斧头啊，消防斧。哦，等我一下。哦，有了。哎，为什么一直敲你？这样，我怎么觉得有东西越来越亮了？你是不是来到我头上了？是啊。这样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掉下来了？哎，又挖到楼梯。没体力了，干！哎哎，干！怎么又挖到里面了？我挖上面那个，一直挖到里面。那我再找线下时间来慢慢挖它好了。干，怎么会回觉得回到初中挖土昂来？哎，爬不上去了，该死的！哎，我有木框了，那就把它挖掉了。好像要边建楼梯，然后边那个挖、欸。你拿可以拿这些土去填那个，填那该死的洞，那些有点像地层下陷的洞。地层下陷洞。对啊。哦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强化一下楼梯。我放到哪里？有，哎、欸，哦，漂亮，我们开始有点那个地道的 feel 了。楼梯木框，然后你说你要黄色的。消防斧是不是？好哦，等我一下。27秒。还是说我们先去采物资？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物资还蛮缺的。是的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煤炭。
还蛮缺煤炭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哦，等一下我放一些东西在检查箱里面。我先拿泥土起来，然后我的箱子铲子放，啊、看橘色铲子，我现在才看到啦、啊。马托，西马托，真的是西马托，生气都不会讲，我这跟哦，生气。还有消防斧地上，等我一下，我已经丢了。木钉，我要带十字镐出门。哇，十字镐，橘色的，需要一些钢吗？钢，对钢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先做一个钢镐好了。有了，我们有黄色钢镐了。你要钢镐吗？黄色的。好啊。那再多做一把。羊角锤做一把黄色出来用好了，拿来敲门。我只橘色而已。好了，我都做了。你先去砍一些树吧。哎呀，没有火了。我们真的缺好多东西哟、哦。废铁，废铁到时候拿来做东西的，那就先收着。啊，我去砍一些树。不对，我要先去填那些地层下陷的洞。那洞不知道干什么用？哎，还浮起来了。啊，这到时候慢慢的把它敲平吧。突，这块出来不知道干什么。这里有洞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一夸就得意忘形了，谢谢。哦，后面这个洞好大，我填起来。然后，该死的，我没有带我的那个铲子出门。妈呀啦，先把它们填起来再说，到时候再慢慢整地了。到时候再整地。树倒了，没关系，不会倒我这。也倒不到你那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，我把你的工具放在建材箱里面哦。铁条看了都要带着了，没有铁条嘞。木头、草、草，我们现在需要吗？好像还蛮需要的。蓝色的羊角锤就先放家里的，黄色的斧头我竟然有两把啊！我到底在冲人小啊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为什么我身上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？好了，橘色的装备就放在这里了，这样比较好看了，好不好？我眼睛至少不会那么大了，好不好？红色的装备我放在这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不可以？我眼睛都不大了吧？如果下次再看不到的话，拜托你骂我眼干，不要现在骂，爽，已经骂完了，爽！我现在就先断你句，哼！自己整理的东西自己会看不到，西马托呢？那还是可以慢一点。好了吧，差不多了。哦，你看这农作物多漂亮啊！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农作物？砍树啊！那我先采收了哦。收吧。哦，真的太漂亮，哇，真的太美了。我真佩服我自己啊！哎，种子，
黄牛有了多少中一个嘞？一个，两个，这个两个吧。嗯，咦呢？我真的很喜欢我这片农田，哇、哦，这看了就觉得爽。四个嘛，他是以四个中一次，我是中四个，四个四个这样。哇，我怕我忘记，所以我要这样采收。喂，你们不觉得这游戏的田这样很漂亮吗？这超美的哎、欸，这是什么 ？Potato。一二三四五六哦 ，Potato 是六个六个。如果把树往自己家农田那边方向砍的话，会不会垮掉？我不知道、欸，还是不要吧。我觉得还是不要会比较好。马铃薯种子，哎呦，四十八个，我们就采二十个好了，做二十个，然后其他等一下就拿去放。我们采收的时候来喝咖啡吗？可以啊，我到时候可以煮一堆咖啡，我们现在咖啡都很多。永远可以得到最多的木头。嗯，哇、哦，玉米还没有长好。玉米对，玉米还没长好。那蓝莓也是六个六个。蓝莓也是六个六个一组。这农田真的超美的。是二十个、啊。这样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里有种吗？有哈。六。六。哇，爽！超喜欢这种画面，种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。马铃薯种子，有啊，我们种子很多啊，先放几个。不用，这每次采收的时候再放就好了。那这个我们就采四个，一半一半这样。玉米还没嘛？好了。耶、yeah, ，好多水果，食物蓝莓、马铃薯、烤马铃薯，烤马铃薯待在身上，到时候我要吃的。咖啡豆，为什么会有马铃薯种子？谁把马铃薯种子放在那边？五十个嘞。带一些食物，我们就可以出门啦。时间快到了，是吧？什么时间快到了？晚上。还有半个小时。还有二十分钟左右 ，OK 的，就到处探险一下，看东西有没有刷新。OK 的，就带食物，带东东。这样就好了，那应该也不用带什么食物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去探险了。啊，你的东西都在建材箱里拿了齁。OK， 出发，在附近看看。哇，为什么这里有流血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这里有僵尸来踩过？可能就是我听到来的声音。哦，可是他们也没敲栅栏呢，他们就在这边流血，要死掉了。里面应该要放那层大的，就是比较大，他们碰不到那个。九点四十一 ，OK 啊，时间还够了，时间很多嘞。OK
也都改成里面都放大的。对啊，到时候改啊。我先看警察局物资有没有刷新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七天都到了。不要跟我说这么近的应该没有刷新，空的。我这边有一个未搜索的呢，拿到了一件外套，文件夹也是呢，有啦，刷新了啦。看一下楼上的军需箱跟那个书柜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楼下有没开的？嗯，就把它撬开了。对啊，刷新了啊，我们可以去书店看看了，看有什么新书。买书喽，然后去药局把药收刮完，拿到七个散弹块。是抢书不是买书？嗯，免费的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代币购买。这个提议如何？划算吧？嗨，大哥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身上好多子弹，我们捡到好多子弹。哎，该死，过不去。看看宠物可不可以从这里拿。哦，看来是可以的。这边的枪柜我就要敲掉，让它刷新。那我把它敲掉了。看这边我们有没有收？我这边应该离我们家很近，那枪柜可以收一收。这次出门应该是不会死回来，我们可以用走了回来，因为家里附近而已。在家里附近还死回来就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小黄书跟毒品，拿着好多。这个游戏的性质原来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枪管，哎，拿着拿着，都拿都拿。蓝莓派，哎，拿着拿着，空罐拿拿拿。只要家里有枪柜的都可以敲。对啊，反正都在家里附近而已。你在敲楼下那个保险箱吗？没有，我在敲那个监牢。我想那个铁栅能不能拿？不行，那敲了就变废铁了。啊，敲这个。哦，七七，哦，敲一下好快。狗，有狗。为什么会有狗？呀，刀具手册读了，再丢掉。胜利只是过境。可是他感觉是在敲东西，看一下哦。在后门。死了。还有一只。哦，在那边跳。两只。你还没射到吗？哦，他会跳进来。哦耶。欧爷，欧爷，还有吗？我杀光了。啊，有啊，还有一只，你可以准备出来了。我在上面打啊。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我都已经打完了。我超过准的，谢谢。啊，看到了当初我死掉的宝宝，我在捡我狼牙棒。狗狗不踩杀啊！狗狗踩杀干嘛？反正我们皮革现在很多了。对啊，狼牙棒，狼牙棒，我的狼牙棒。OK， 我先回去放个东西好了。现在身上东西很多，放一下就出来。等地下要去。解密有一个地方没有开的，我挺好奇。嗯，八人是厕所。不是厕所，不知道。
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，但是我觉得感觉像是会通往什么厕所之类的地方。子弹，就是在我一直要找厕所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说觉得，感觉 ，feeling， you know， 是个飞梯。羽绒衣，羽绒衣，羽绒衣，先放我的箱子里面好了。不用，不要不放我箱子，放这里。油，我为什么一直在那里？油，我们好多油，这些油从哪来的？路上捡的。你捡那么多？嘿嘿嘿，做人要节俭。有问节俭啊，节俭台湾人哎、欸。什么？什么？这到时候再整理。小刀，武器箱放里面好了。猎刀，是猎刀了。枪管，警察局里面的厨房，蜂蜜，好空哦，才是警察局嘛，厨房来干嘛的？厨房生肉，人家可能拿着就走了吧，还放在那边干嘛？自己吃啊，带生肉回家放生。好喽，那我继续搜喽。啊，一间浴室跟一堆肥皂，叫你一个一个慢慢捡。嗯，我看一下书局在直走左转最尾巴。哈，我住的离书局好远哦。远才好啊，因为它才会重生啊，而且是一定的。这样来你卖场。嗯，前面好多房子哦。哎，加油站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加油站。对啊，加油站应该都刷新了吧？分开收物资啊，反正现在是白天。我的加油站在哪都没了。加油站，我们家那边出来，警察局那条路直直走，正门的右转，打开 M 嘛，然后你看到比较大间那个就是。哎、欸，臭白咖了，在地上爬。我现在就随便跑就好了。好、哦。搞那么喘的干，大哥，您很喘。嗯，我们要走到加油站去了。对嘛？你看，这是乱走哈。咦，这是厨房吗？这是什么？书店。空的。有姜姜哎，我先把它宰掉好了，我比较安全。要死没啊！小看狼牙棒哦，哇，这姿势100，满点，赞！加油站里面几乎都是空的，加油站是空的、哦，没有刷新。原来我没有拼哦。铁腿甲图纸，我有读过吗？好像有、哦，有了，读过了。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没读过？摩托车的吧。摩托车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安安江江，拜拜江江。不要跟着我。变态！呜、哦，什么声音？哇、哦，看到一只僵尸从那个看板上跳下来。看天吗？看天吗？看天吗？
Sorry， 那我再帮我妈放影片。奇怪，实验院子弹设计图，我读过吗？好像还没。嘿，会的，太棒了。还有什么？我需要机车的。该死，什么都没有！妈，这间书店怎么烂？哎呦，火箭发射器图纸，这留给你读哦，你会比较聪明一点。螺旋毡，我有没有读过？汽油罐，哈，你在我附近对不对？我在药局啊。哦，不错啊。散弹枪子弹，散弹枪子弹我读过吗？看一下好了，散弹枪子弹有欸。等一下哦。拉自己拉一下哦，我不知道你看到哪里。哦，把手图纸我好像会做咯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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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！新配方把手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就这样，干！我只会做把手，妈，整台车我只会做把手。也好啊，我做一个把手干嘛？拿在手上给你看吗？哦，你看我会做把手。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干啊！然后自己配音。干，这次收获好烂哦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哎呦，吓到我了。冰箱，马铃薯，猫罐头，这声音好吵。咖啡豆，哈，还有什么？空的购物篮，没东西。你在那里？这里好像还有一间很大间的像商场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间。我去看看好了。是吗？好像不是，是垃圾场。我们要还要再过去一点。用黄色的刀割肉，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多，试试看好不好？哦耶！很准，谢谢。猎刀。猎肉，我们来看一下肉会不会比较多。一只平均大概几块？六到七块。好像不会。还是一样嘛。那其实根本没有必要。哎呀。What are you looking there？ 在看哪里？在看我吗？很帅哦，嘻嘻。发明面包拿走，那个我们需要做药用的，是那里吗？好像就是大房子而已，对啊，是大房子而已，比较长。那没有什么了吗？你在药局是不是？哇，你家电话响了，叮叮叮叮叮叮，我忘了跟踪你啊。从头到尾都没跟踪。噗！加吧加吧，吃肉时间。生肉能不能直接吃啊？好像可以哦。因为坏肚子。然后就落塞，然后我就要喝秋吉林茶。家里很多。对，再要捡到秋麒麟花。
快点，我拿那个书给你读。你在这里面吗？安安，你在哪里？我来被 Q 一万。喂，这里，地上，在你后面。等一下。哦，快点，我包包很满。哪里啊？地上，这里。这些东西去读一读。医疗急救包的我忘了读过哪次。捡不起来了齁。急救包我读过好几次了。再读一下好了。乱搜东西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再等我一下，我等下再帮你用。把这件吃死哦。嗨，欢迎回来。但是我等一下就差不多了，今天就收了，就是弄一弄啊，然后就差不多就要下线了。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我身上肉味好重，肉味。哦，你有好多药箱都忽略掉了。哎呀，我太香了，对不起。那些僵尸来找我了。为什么你漏掉那么多？我都收完了，走吧，先离开这里。我太香了，他们都会来追我。哦，对对对，卡到车子，哎，回家咯。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啦，能收都收完了。收一下他，他在哪里？他们敲敲敲，等一下坏掉怎么办？出来，出来，咻，哎。漂亮一点，哦，交代，不理他，走吧。哦，去，时间到喽。好哦。黄色轿车，包包好满，加油站没东西。我们这些大型商场都差不多哇，差不多，到时候我们再来。有啊有啊有，我当时有跟他玩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些房子里面看看有没有枪鬼，把它全部撬开来。我觉得武器箱是我还要再多做两三个出来。对，武器箱快不够。各种分类。啊，东西好多、哦。你喝了什么？啤酒。哦，对哦，算了，没差，拿回家放。身上东西空间够啊，这都没有煤炭砖哦。挖完是哦，是我挖的吗？好像除了我也不会有人去挖。对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不啊，胯下张那么开干什么？好恶啊。耶、yeah ！大家很上咯，准备搜一搜，整理整理，今天就到这边咯。来放一些东西啊，我身上是食物嘛，对不对？食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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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莓派，生咯，马铃薯。
嘿嘿嘿嘿嘿嘿，不会啦，有朋友都帮忙，有没有也不错啊。哎，这个哎，我那些东西放哪里了？哦西，比较香啊，对，放衣服，紫色衣服，抽血包啊，抽血包，我们抽血包怎么多啊？还用不完，还可以一直抽自己血，抽到自己挂。不好意思，你看我抽给你看啊，来啊，抽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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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抽一下，再抽一下。好了，不要抽，不要抽了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就要用这个有没有？哦，不是止痛药，这个药，哎、欸，包一下，漂亮。哦，又被打开了。啊，算了，先去放其他东西好了。食物箱，放咖啡豆。然后，秋青花，好了，甲板，这是我断腿的时候爱用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发霉喵是来做药用的，止痛药。为什么都要放这里？刀杯，玻璃罐，嗯，哦，把自己水放进去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身上还有那个绷带，又忘记放。然后这个放皮革嘛，哎，不是这个啊，我皮革放哪里？啊？建材箱啊？拿路花豆？哎呦，你记得哦，哦，好棒啊！我都忘了。羽毛，小屁啊！没有，没有笑。原来你笑得很开心，只是想讲一句话。哎、hey, ，你说，马托干，忘了也不意外。耶、yeah ，以你的记忆来说 ，money， 我有73根羽毛，废铁，废铁，废铁，好了 ，OK， 那今天这些就是差不多啦。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还是没有。商木哦、oh, 我的那些肉吗？生肉，对啊，这些肉是我一个一个猎来的呢。干什么烧肉块？你烧什么东西？木头而已。烧草，草不能烧。烧石头，石头不能烧。吃肉啊，生气，结巴。阿林，注意啊。爽，我还可以干嘛？没了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嘿，那接下来就是礼拜三了。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叫我换游戏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叫我一直玩这款游戏，因为听说这款游戏没有什么人在玩。我都玩冷门游戏吗？玩起来我觉得还这款游戏还蛮好玩的哈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真的想要玩的时候才要买。欸、你们如果只是想要跟风流行的话，推荐也是不要买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买了如果不常玩，没有朋友陪你，真的很无聊。OK， 那差不多啦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哈。然后，哎呦，去这边怎么坏掉了？又怎样？谁把桥破了？等一下，我有那么重吗？跳下来就会坏掉？屁耶、欸！哎、欸，这边都是，这边都坏掉了呢，为什么？那是僵尸上次有爬进的时候就去打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也坏了，这里也坏了。哎呦，怎么弄啊？修好了、啊。OK， 那我们先退出游戏吧，你先关掉。我来做个收尾台词哈，这不是台词，就是基本的讲解一下哈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从那个基地回来，然后采了一些木头，盖了一下二楼，然后摔断了我的腿，然后狩猎了一堆肉，然后没有木炭，没有煤炭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要去采资源了，然后挖了一个三格深的地洞。三格深的地洞，然后建了一些铁栅栏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大概就是做这些。
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礼拜三见哦。哎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哦。那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多多帮我推广我的影片，然后呢推广一下我的粉丝专业，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我哦。那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礼拜三见哦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